实战说法，抱双腿摔，抱双腿时要求肩部顶紧对方胯部，抱腿与顶肩协调用力。夹颈摔，夹颈摔时要求胯部顶紧对方重心，夹颈摔主要用于防守对方的灌拳。过胸摔，过胸摔时抱腰要紧，仰头挺腹，蹬腿协调有力，转身翻腰要及时。勾踢摔，对方侧踹时双手抱脚勾踢。勾踢时要勾击对方的回关节以上。扛肩摔，接对方高横踢腿俯身，接扛对方腿部用力下压。使对方从肩上翻过，别腿摔，接对方横踢腿，抱腿，插右脚，别腿，切脖摔。对方直拳进攻，我侧闪过，右手切脖，别腿摔倒对方。要求躲闪及时，切脖迅速，与下变腿协调用力。抹脖摔，接对方横踢腿，一手勾脖，快速抹脖，旋转摔倒对方。抹脖时注意下腿的勾踢，上下协调用力。涮腿摔，对方前蹬脚，我双手接腿摇涮对方，将对方摔倒。涮腿前注意拉对方的重心，使对方失重。压膝摔，接对方横踢腿，我用前肩顶压对方膝部，使对方摔倒。抱腿举人摔，
对方撤退，我下潜躲闪，近身抱单腿，顶接前摔对方，要求下潜快速准确，按波掀腿摔，对方抱我双腿时，我按对方颈部转身将对方摔倒，按波与掀腿要协调用力，掀腿摔，对方蹬腿时，我双手十字上架推举对方，令对方摔倒，勾腿摔，勾腿摔主要用于对方直拳进攻时，我一边躲闪，同时上步勾踢对方支撑腿，勾腿组合。